蒙上帝所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人没有信心，就不能得到上帝的欢心。凡是到上帝面前来的人，都必须信上帝的存在，而且信他要报赏寻求他的人。今天上帝的话记载在以西结书25章1到17节。以西结书25章1到17节，我们要来听25章15节到17节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因非利士人报仇，就是心存轻蔑报仇，他们永怀仇恨，意图毁灭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：看啊，我要伸手攻击非利士人，剪除基利提人，灭绝沿海剩余的居民。我要大大报复他们，发怒斥责他们。我报复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弟兄姐妹，这段是上帝告诉以西结，上帝的圣所遭亵渎，以色列地变为荒凉，犹大家被掳掠，亚门人他们幸灾乐祸。那么上帝他要将亚门人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，而且也要破坏摩押边界所夸赞的城镇。上帝要将攻击犹大家的以东变为荒凉，不止如此，还要毁灭非利士地。主所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一位爱自己的子民到底的上帝，他不惜对那些恶待他选民的国家报复。这一位真正的主，当他在管教自己的子民，他不容许别的国家在旁边幸灾乐祸，甚至要将他们败亡除灭。亲爱的弟兄，感谢主，我们在这个世代也是被上帝特别拣选的子民，我们成为圣洁国度的人。我们在这里领受了何等大的恩典，有位全能的上帝保护着我们。即使当我们被上帝管教的期间，上帝也不会把我们移出他保护的翅膀之外。也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，有人不善待我们的时候，不按照公义来款待我们的时候，上帝亲自为我们伸冤。我们看到虽然以色列人民他们让上帝是如此的不喜悦，但是上帝仍然爱他们到底。即使在旁边有幸灾乐祸的亚门人，有看清以色列的摩押还有西俄，以及攻击犹大家的以东，还有轻蔑报仇的非利士人，上帝都要发怒斥责他们。上帝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老大。我们的上帝乃是掌管一切的上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除了感谢上帝的慈爱，我们也思想与上帝立约的子民，我们与这样的子民相处的时候，是否跟这些异族人一般？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宝血所赎回的子民，我们处在这样的信仰共同体里面，无论是我们的团契、小组、教会，我们对于曾经失败的弟兄姐妹有如此说：啊哈，就是你得罪了上帝，所以你遭到审判了。我们是否幸灾乐祸？我们是否藐视了我们的弟兄姐妹呢？是否在不知不觉当中，我们自以为意，否定了这些与上帝已经立约的子民？我们藐视了而且轻看了他们呢？我们没有跟他们同受苦难，我们没有将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求主赦免，我们没有将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求主亲自安慰他们，求主亲自恢复他们。若是如此，恳求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的心怀意念
能够让圣灵来带领，让我们能够转回向我们的主上帝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全能的上帝，你掌管一切，凡属于你的尽都藏在你保护的翅膀之下，在你慈爱的手中。主啊，你是全地的主，感谢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我们，偿还我们的罪债，使我们得赎回并归在你的名下，与众人同聚集，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，享受幸福。但是有时我们未善待自己的弟兄姐妹，在他们遭遇苦难和痛苦的时候，没有与他们同悲伤，反而以幸灾乐祸的心来看待。当自我反省时，也认为那是他们应得的报应，更认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是微不足道的事。主啊，赦免我们有这样不健康的心态，在你面前我们愿意改变，求你坚固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